关系啊。我们新加坡那边哪一家？我这边家里还可以。就你这样，你起码是我多少钱？三倍，不够啊！你心病卖钱啊！我这里来是准备当公司的，那我就请你打工。你不是准备我手头老板娘做生意的？是啊，啊，你这个物价不贵，啊，起码都是买点心，很久啊。我不会，其实没买一点点。